大家好，OK，今天我要来开这个我刚从，不是刚从了，已经很久了，大概有7个月，是从这个 Indiegogo 那买回来的 A Crazy Baby 的 earphone，OK，charger，OK，让我们来开一开，看有什么特别的，OK。分开，因为还没有买架子，分开箱就拿手机一个手，开箱一个手。OK，来，我们看看有什么东西。OK，里面有一个箱子，再加一个箱子。首先，OK，这个是它附送的 AirString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耳机，OK，就是它的耳机，OK，这个是它的线子。我们先来看这个，OK，它的东西有，刚刚我开箱了，我买的全黑的。全黑的耳机，然后还有一条绳子，这个绳子是送的，是主要是要绑在那个 earphone 那边，要 prevent 它。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，你可以戴上，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跌。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塑胶绳，我看我不会用它了。就这样，来，我把这个耳机给拆出来。这是一个这样，响不错，实际上不错，它是一种黑砖黑，OK，很漂亮，闪光的。然后这个是它的 K 芯，里面是有充电功能的。所以这个是它的插头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插着。里面还有东西在里面。还有什么说明书。这个就是它的耳机的配件。OK，放开里面，它就有这个，给我们配上耳朵的大小用的。这个我还在找着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它的 charger，然后这个是它的 K 芯，它的 K 芯有续航能力3个小时。OK，这个 design 很好。然后它放下去是有磁铁功能的。放下去它就能插上，OK，我的开箱就到这里，谢谢。